把身份证拿过来，跟他掏下来，你就把手拿一下，马上跑了。我就印象特别深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南海大道那一单事情，跟我那天晚上看到的那单的事情，那同一人、同一物、同一事件，就是就像那个像电脑上复制来的一样，那个现场。